Hello， 日本的 AU by KDDI 跟 Yamaha 一起共同推出 Design Project 设计计划，这里面发表了一系列手机跟乐器双合一的概念新产品，从吹奏打鼓到钢琴的键盘都有。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些令人惊奇的手机乐器吧。Band in my pocket， 五种可替换的外界乐器，既是小喇叭也是口琴。Trio in your hand。可以延展为三个画面的手机，有刮盘效果和取样机。Box to play， 四个操作面可折叠成空心正方体，有电子合成器和刮盘效果，还有相机功能。Sticks in the air， 一只手机拆开就成了两只鼓棒，木材质感的设计可侦测摇动的频率，敲打出轻快的节奏。Key to Touch 有厚度的黑白键，横跨两个八度的音域，触感就跟弹奏真的钢琴一样。Strings for Fingers 十根弦，特殊的触控设计，轻松感受拨弦的乐趣。